事出世间法，要与世间法圆融，但世间法还有多少善业，积善的行为呢？所以佛才讲法了，众生贪婪，所以恶多善少。如果众生都能纯净纯善，那佛不就不用讲了吗？善法多少取决于人的心，不是你我他说了算，我们不能决定，我们能决定自己行善不行恶。所以佛说纯净纯善的西方极乐世界，善法是恶和恶法是人造作出来的，因为你行善它就有了善法，你行恶它就有了恶法。就像我们世间的法律一样，法律因谁而有啊？因造恶的人才有。为什么要制定法律？如果人人都是修行人的话，都严持戒律，就省下劳烦国家拿法律来量我们，多一所监狱是不是很残酷啊？说那少一所监狱，多一所学校，这个就好。所以说善法是人造做出来的，哎，唯心所造啊。像地狱为什么会有地狱呢？和世间的监狱是一样的啊，世间有了地狱是因为凡夫造恶而感召了变现了地狱。如果人人都行善，那当下就是西方，就是极乐，并不遥远。说过十万亿佛土也远也不远，要说近，你一念的善那你就佛，多大的善啊。所以这个法不能执着于语言与文字啊，过于执着的时候你就难解其意，障碍修行啊。所以善法为什么会有？心造的。如果人人都能明理觉悟了，谁都不会造，他知道造了会下地狱，只有修行人才会买这笔账，凡夫他不认可啊，贪婪自私啊，功高我慢，杀生吃肉，淫欲至圣，样样都是罪恶。你想，所以就善法恶法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何谓真修道人？何谓世间过呢？他讲的是一个修行人的境界啊。何叫世间过啊？那当然多得去了，平时的语言造作与行为，是错是对，是善是恶，它必然是有说法的。所以我们提问题啊，谁提的举止啊，好好看清楚啊，一定要解其意。你提的这些都是语言上的，不现实，没解意呀。 他讲的是修行人呐，就像我们比如说两个人犯错一样，说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是不会与他计较的，他对错呀我不计较，因为我修行。如果两个都不是修行人，这俩人非打起来不可，这有一个修行人必然是有境界的，不一样啊。所以拿修行这把尺，每个人都量自己，这就叫修行人啊。何为是非善与恶的界限？那五戒十善最基本的量自己呀、啊再往大了量，那你就随着修好了，八正道法、四谛法、十二因缘法啊、六度法，这都是法法助修行的法，都是要学的，不是问也不是说，说的再多不解其意也是不成用的。所以我们还是多学习呀、刚刚这个就是提的问题，文字语言而且抽象啊，好好悟它。救人一命胜过七级浮屠，可救的是一个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留的是犯罪的，不是造恶吗？他是这样，这个是两个概念啊。那不是因为他造恶你就不救他，人是可以教化的，一个再罪恶的人他都是有善根的，
说人之初性本善，救命跟这个是两笔账，说你见死不救也是不对的，救回来之后怎么办？你可以去化导他，你可以去教育他，把恶的变成善的，把丑的可以变成美的，人可以改变他。你说因为他是罪犯我也不能救他，因为他是贼我也不救他。一个人他不可以，不可能一生都犯罪，这不现实。可能有的时候他很冲动，有的时候他业力感召他错了，但有的时候他有善，能说他做贼？一个人360天365天天天做贼吗？说一个人一生中除了做贼事事不干吗？也不绝对。所以我们在讲和学习佛法的时候是以善为本，我们是救他生命啊，不是救他的错，这个概念大家得清楚。那你说一个蹲了监狱的人，他出来以后没有人给他工作干，那你说因为他一时的错让他一生就会饿死啊？这也不对。我们救命不救错啊，教育他改变他，这是做人的根本啊，跟这个问题还是很遥远。我们学佛也好，做人是基础啊，先学会做人后学会修行，这是世间人的问题。你说所有的那些罪犯，你不会说你们这些罪犯你要死在牢里永久不会出来，他是有期限的，他犯错误有时有阶段的啊，教化他们感化他们，让他们从罪恶啊变善良，这也是人该做的问题。何为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与世界末日有什么区别？这个末法时期如果从佛典上记载呢，也就是说再结束的，因为世界要坏接近坏的时期了，我们在注解的末期，注解末期过后就是坏节，它是随着自然法流转的啊。这个时候的人就无比的罪恶，现在我们也看得见，我们应该说在50年前来推算人类，别推远了，就50年前和现在比，这个人的差距就相当之大。一个是世界自然法的流转啊，人心变坏，贪婪自私啊，忤逆不孝，过去的人不这样，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在末节的时候他已经随着这个自然法的流转，他到了这个时候了，就该坏了，人世界该坏了，人就坏了。佛典中讲人的寿命从84000岁最后缩短到10几岁14岁，因为他越坏越造恶，越造恶他的寿命就越短，到14岁的孩子的时候就无比的嗔恨烦恼暴躁啊，跟谁都打，忤逆不孝，吵都可以当刀去杀人了，都恶劣到那个程度了，这个时候世界就该灭，末劫就该来了，他讲的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真正的去学习佛法的，也可以改变这个状态，去教化人心，去导正人伦，人人向善，他世界就不坏，还会维持的啊。所以在末劫的时候这样说，世界末日这是世间人说的，不是佛说的啊。世间人好用世界末日这句话来形容，但是佛法没有这个词，他讲末法时期人心变坏。我们从现在的年轻人就看得见，我们那一次大学生的讲课和孩子们进行这个结缘活动，就看得见上来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忤逆父母的，这就是末法时期。以前的孩子我们也在父母关爱下长大了，不挑吃不挑穿，每一天父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跟父母计较过我要吃啥我要穿啥，那是人在轮回中的一种本性善啊，
他现在的孩子也没有人让他挑，他为什么会挑？没有人教过他忤逆父母，他为什么会呢？这就是末法时期，人越来越坏是自然现象，但是后天的教化是可以改变他的。啊，这个末法时期是佛讲的，佛经都有记载的。末日是不对的啊，有什么区别？当然区别大了，不一样了。说末世界末日这件事啊，作为修行人，我们不能说。哎，我们讲末法时期，讲人心变坏，去教化人心，导正伦伦，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如果我们说世界末日快到了，那你就妖言惑众啊，对不对？所以对有些问题，它不是固定的，因果变幻莫测，因为你后天的善，它是可以改变的，就像我们的末法时期一样，可以改变，教化人心的，不懂没有关系，告诉他。至于好多人要问老师，这个人怎么样啊？什么时候死啊？我说不知道，你别问我。业因果报变幻莫测，不到一个什么因缘牵了一下他没死，你能解释啊？所以大家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哎，就是修善，就是断恶，就是修自己啊。所以这是不是世界末日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修行人不要谈，修自己利益众生好了，这些不该讲的语言不出自于佛门，告诉大家。有一个说是佛家的能说话的人，我去了，他说佛来了说话了，给我摸了顶，能是真佛吗？假佛呗。你说这众生咋这么迷惑呢？佛来干啥呢？因为现在啊是没有摄身佛的时代啊，只有法身的佛，他是教化众生的。摸顶能解决什么呢？你能不能断恶？你能不能修行？你能不能长智慧？这是不现实的啊，是骗你的，你不要信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啊，告诉你。还是迷惑众生有贪婪呐，自己修啊，求善知识求的是法，不是摸顶啊，是修成就，不是摸顶成就的啊。所以大家都不懂，看见佛经的时候啊，都是活佛在世啊，当他遇到根基成熟的众生的时候，他就观他之后，他会说你在多少多少劫以前就修行，都修行过什么，怎么怎么样，今天你因缘成熟，我与你摸顶受记，在未来劫什么什么时候你会成佛，佛名什么，国名什么，他是这样的。我们别谁都信哦，看书啊，咋不看书呢？那人不看书得多愚痴啊，摸说你就信呢、啊，给你法教化众生的是真佛啊，给你摸摸顶你也信，别信啊，这是骗你的，再给你摸人功力拿不出来的，跟你说。我同学给我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的勾弯不知道是什么，他让我夹在书中好几年，不知是不是福，影不影响风水，是福影响风水。这都没有用啊，邪知邪见呐、啊！大家都知道，佛在讲法的时候，都是没有语言文字形象的，什么都没有的，是经过阿难速记呀、啊，就是说他也跟在佛在世的时候，阿难的视线也是为末法众生做语言、做佛经的记载，都不是一般因缘的视线。所以佛在世的时候没有留下文字，是佛入灭之后啊，佛的十大弟子在九月窟，然后集结起来开始记载佛一生中所讲的法，而给我们留下的经典，它是这样的啊。只有理可以教化人呐啊。赵老师您好，我替别人问几个问题。
我过去迷惑颠倒看大仙，认识一个师傅，因为他是，他说他是上方的某某仙某某人的意思啊，很高，替观世音菩萨办事的。他现在能够请动佛菩萨接引那些附在人身上但没有深仇大恨的，或者是愿意修行的孤魂，随佛菩萨走的去修行的，最多一次请菩萨赐法船接走了1200多名。咱一个一个解答啊，这个问题很多。这位出家人呐、不用说，这是一个大仙儿啊，有点神通，然后穿着出家师傅的衣服了，然后就变成出家人了，就是换如来法啊。再说了，那观音菩萨他是讲法度人的，那全人类那都造恶，那都等着你找大法传送啊，这不对呀、所以不能偏听偏信，他说的不对。能送走1200多名。我们现在修行人呐、大家要长智慧，只有法才能教化人，没有别的啊，不是神通外道，你不能误入这个歧途。说还替身这个呀，他还替身都是写符打表的，肯定是冤亲债主上不去了，他咋好了呢？找个写个打个替身给你写一道符一扣，冤亲债主上不去了，你可不就好了呗？给你扣里还出不来了呢。这个自己看去啊，前期光碟已经讲了，烧符的时候一般都是3个月，你咋知道3个月呢？有的是有的不是啊，有的功力小的啊，他可能写了3个月，有的功力大的写了以后一生都不退失啊，就是害人的写法。如果说写符打表就能救人，佛为什么要讲49年？为什么要讲3丈12步啊？信佛说呀啊，为什么说受八阳神咒经把宅子震死的一点风水都不透？如果是这样，什么时候震都把宅子震死的，佛为什么当年还要说呢？他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不了义的问题，而是矛盾，不对呀。因为佛法呀，他当时佛就告诉众生了，有4个一，其中就有经典的问题，一了义，一不了义呀。所以在哪一个时期用哪一个法救度什么样的众生，当时佛是这样行法的，它存在不了义，佛已经告诉众生了，它怎么会是矛盾的呢？不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用，哪个时期，就像我们讲课似的，比如说我要准备一个内容，当我往这儿一坐的时候，我一看下边这些人，我拿要讲的内容我不能再讲，我马上拿另一个话题，适合于现场的人给他讲，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的就是说这光碟净重复呢，没办法。比如说我已经讲了3堂课，我准备讲第4节课的时候，上第4节课的时候，也就是说学过第3节课的人就所剩无几了，又换了一批新学员，我接着第4节课讲，他们听不懂，挨不上，没办法，所以我还要从头讲。当我们光碟流通出去之后，我就不再那样讲了。先期没来没听到课的人一律看碟子，看不完光碟你不要来。佛的法是辩证法，你不会辩证法你就认为它很矛盾，是这样。我们说这是一部不了义，那是事实论证的，也论证了佛说，他也说他有不了义之经，所以在八阳神咒上我们用事实论证了这个问题，所以告诉大家他是不了义，镇宅辟邪。为什么要镇宅辟邪呀？要说明你这宅子不太平。为什么不太平？业力感召啊，是因为你造恶得果，冤亲债主事件让你家宅不兴啊，所以他才不安。
你是要从业因果报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赈灾的问题。我说的没有错，佛法不是自相矛盾，是众生没解七义呀。你想啊，你欠了人的钱，现在来找你要了吧，你把门关上了，那你看他必然会讨你的，那不是你不欠，那是你不给。你要想家灾太平人丁兴旺，你得从不造恶开始。你镇宅是干什么呢？那就是为了保平安，对吧？你不造恶你就平安了，你镇宅干什么呢？所以他是不了义是有道理的，那不是妄说。我说他不了义他就不了义啊，事实论证的。所以说镇宅辟邪一律邪知邪见呐，不可信的。说不了义大家一定要相信。你这样想啊，你把宅子高八阳神咒念完了镇上了，你知不知道不造恶？不造恶没有冤亲债主啊，那是自然法，不用保护，没明理啊。所以这位出家人呐，别看他相声出家，他是一点法理都不懂，用小神通来论证佛说远远不够，佛的大智慧无以形容啊，尽虚空变化见。所以佛在大方广中说了吧，佛的智慧游住大海，游住虚空，有多大的智慧呀？连菩萨都不知道。告诉你说，唯有佛能知道佛的智慧到底有多大，究竟的智慧有多少，唯佛而知，菩萨也不知，凡夫你更不知了，你还不如仙儿啊，你怎么能去论证佛说呢？不对啊，完全的错误。不要信这个邪知邪见，他是菩萨的化身，烧符打表，他就是一大仙儿破关啊，不是菩萨化身，邪知邪见。阿弥陀佛，我也特别希望赵老师更深一层的讲大仙儿，比如说替身到底有没有，怎么回事，为什么有的烧完真的就好了呢？我就告诉你了，那是不可能的。你的人的病苦是业因果报，你烧一个替身就好了，那人何时能断恶呀？嗯，人们死劲造恶，杀生吃肉邪淫挣昧心钱，得果的时候烧替身就好了，那你不该造不耽误吗？这不现实啊，它不符合世出世间法则。比如说这样讲还不明了，咱们讲世间法，说一个人造业了，你想不被法律所制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说那我进去了，我怎么才能出来呀？我天天烧点纸，他从监狱跳出来，可能吗？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跟现在这个业因果报是一模一样。现在人的病苦就相当于监狱，这么比你就懂了。你作恶了，你想不受法律制裁，完全不可能。说你做错事了，得了不想得病苦，完全不可能，他俩放在一起是一不是二，这样你就能理解。所以要从善恶法上来衡量你自己，你不要入这种邪知邪见。那替身可以阻止业力呀，佛都不能阻止自动流转的业力呀，何况替身呢，何况大仙呢？要懂得佛的真理呀，啊，不是这样，他大仙之中烧替身都是代表的，代表文的，他一定是挡了无情众生，阻止了冤亲债主不去找他，不是他烧替身好的，是他给阻挡了，听懂了啊？哎，这是邪知邪见呐，用不得。如果是这样啊，众生会永结沉沦呐。说这个出家人呐，你好好忏悔吧你，你多大罪业？你出家干啥去了你？这不邪知邪见吗？到底玉皇大帝等派没派派下他的仙众儿女下凡救苦难，以他们的形式来救世呢？因为有好多自认为层次很高的大仙都认为自己是带任务来的，他们写符打表都是跟天上地下沟通请示，来了跟他们家有缘的众生的，所以他们认为赵老师不太懂仙家这一块，
这样的大仙儿认为赵老师说的那些造恶大仙儿只是层次比较低的或是地仙而已，我觉得这种层次的仙家最难度。真迷惑颠倒，大仙儿我都讲明白了，我不比他明白。哎，大仙这块我不懂，真是迷惑颠倒。你想，我要是不懂，我怎么会讲这么明白呀？嗯，我把仙家这张底牌翻到底儿朝上，翻得淋漓尽致啊！千百年来没有人翻成这样，我给他翻成这样，你怎么还能说我不懂呢？这仙儿不懂啊，凡夫不懂啊，告诉你啊，凡夫不懂，仙儿不懂，我肯定是懂的。因为不是多大的仙能救世，是佛的法能救世啊，不是靠别人呐、啊，靠的是法。因为有了法，绝了本性的，绝了你的本性，然后是自救的，就是这样的。佛法的辅助众生，不是靠大仙儿。大仙儿这种邪知邪见，真正解脱的靠的是断恶呀，不是靠别人帮你。佛也有四不能是吧？其中有一不能就是众生的心不造恶，佛不能阻止啊。佛要能阻止的话，众生就不会病苦灾难，也不会轮回六道。所以这个就是绝对的邪知邪见。哎呀，大家迷惑呀，你都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是世间人的善知识，还迷惑颠倒了你。我讲的法度有形，度无形，度化十方啊！啊，我不相信我讲的法度不了大仙儿，是人的问题。告诉你，是人不觉悟，他放不下这份贪婪心。什么钱呐？因为有神通跟武则武似的，他挣钱呐。说你哪个道理能讲通呢？我不相信大仙讲的理比我讲的还高明。如果是那样，为什么遍地开花的大仙众生不离苦？说明你没有我讲的好。看了我们光碟的人，有太多的人都不用来道场他就离苦了。大家要好好思维一下，什么叫高，什么叫低。众生离苦了就高，众生受益了就高，啊，邪知邪见、迷惑颠倒、无明不破就低，高低是这么分的，那不是神通啊。如果神通能救世的话，佛当时最初道的时候，释迦如来一出家的时候啊，他到山里跟一个八切仙人修仙道去了，修了几年之后，他问不对呀，修错了。所以他不修了，所以他又经过六年的泥莲禅和的修行，最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那佛他如果是那样，他就会修仙道。仙是没有法的，他只有神通啊，完全不一样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神通怎么会救世呢？众生觉悟靠的不是神通，是法，法是智慧呀、啊，有了智慧就是佛菩萨呀，他这么转回来的啊。执迷不悟的大仙儿，不用说金钱，这都是永劫沉沦的。告诉你，自己错了不算啊，还带人错。所以这个居士啊，你要明理。你现在站在十字路了是吧？哎，我觉得这种层次的仙儿是人的事儿啊。我们有好多事实论证这个问题。有的仙呢，我好像跟大家讲过，供的大堂口子供了好几年，当看我们光碟的时候，马上附体说话。原来我们不懂，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在这是待业的，我可得走，我得上因果道场。那家人还舍不得，你看你这供这么多年，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仙儿不干了，一蹦拔山高，不行，你必须得去。说晚几天都不行，把这人捆得可地打滚儿，牵着他来。你说是人是仙儿，到底谁错了？
你这种说法是人说的啊。仙儿要是看了这个碟啊，那仙儿跑得比人快，他比人聪明啊。所以最烦最迷惑的就是凡夫了，给他碟他不看，业障深重没办法呀。你总眷恋那个五欲六尘，眷恋那个金钱，那谁也没有招。实话实说啊，我教化的大仙无以计数，多大的仙儿我都见过。你说你天上贼哪个仙儿，我几句话他就老实。多大的仙儿我都见过，实话告诉你，我从04年讲法到现在，我净跟仙儿打交道。他认为他说了几个问题给我，我一个一个问题给他论证，最后他马上低头认罪，那监众马上就跪在这里，我错了，老师，我走，我真的错了。他会这样说，这个执迷不是仙儿执迷，是人执迷呀。我们上一次法会吧，是哪个居士来了一个大仙儿，这人就特别觉悟，人觉了，仙儿也觉了。你人看了以后，你不认可，你惦着你的钱，那大仙儿他怎么觉呢？你说一说这问题。是这些邪知邪见呐、是不可信的。佛也这么说啊，不可以入邪知邪见外道典籍，一律是不可以相信的。为什么我们看呢？就是因为我们无明不破，找不到解脱的方法，所以你看大仙儿。我们200多碟的光碟，破种种无明，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你就是仙儿，你不用问别人。为啥我教育大仙儿？我比大仙儿高明，我懂得特别多。我们开始讲法的时候，我就特别着急，就跟下边的人说：“你们问我呀，你要啥你告诉我呀，你哪里不懂你说话呀。”都急成这样，为什么？你问大仙儿那些问题，你问我呀，我比他解释的好，你上他那还得花钱，还得破关，在我这啥也不用，我几句话就给你摆平。真事儿，不是骗你的，法才是宝啊，你不知道，我施与大家的是无价之宝，大仙儿给你的是邪知邪见，他会让你永结沉沦呐、你得认识啊，不认识不行。所以讲大仙儿，咱别说讲大仙儿，你说你要啥，我就给你啥。我不是佛，但我是佛的代言人呐，有如来宝藏，只要你说话，我就给你，就我就怕你不说话，你不问我，你去问大仙儿，那是你业障深重，摆着的善知识给你，你不去亲近。让你问你不问，完了你去问大仙儿，是不是你业障深重牵的？说没有善知识的时候，你去问大仙儿；有了善知识啊，你就要舍弃邪知邪见，很重要的啊。大家都不去看，每个人都自觉，这仙儿啊，最后就没市场，人不觉都不行。还有个问题。我那位师傅还有一个病例，他有个朋友也是大仙儿。这个朋友有个4岁的女孩，从生下来就不跟他叫妈。他给打了几张表，当时孩子就跟他叫妈了。这种看病的方法待业吗？当然待业了。他不叫妈，他必然是业因果报牵的。作为我们家长，你要从因果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张表下去之后，你的业力不但没有散，把你的孩子扣里还出不来。他虽然是叫妈了，但是你这冤亲债主这个债什么时候了啊？业障不散啊，业力不散，债不了，你是不能出轮回的。解决问题不是靠这种方法，靠的是法。所以我们众多人难重回啊，跟大仙有直接的关系，作乱呐。给你打个表，给他打个表，可劲造业，找大仙儿，大仙儿扣你，扣我也扣他，扣烂了。人这块扣乱了，地狱就乱了，不能正常执法了。
该死的不能死了，该活的不能活了，整个都乱了。上天的仙儿着急了，我比他们厉害，他也来添乱，全乱了。所以我们看过一个这个上天的仙仙，他说：“哎呀，我看着人间着急呀，这么苦难，我来救他们。”后来我给他讲法：“业因果报，佛都打不起，你比佛厉害吗？”“哎呀，那我没佛厉害。”“那人心不造恶，靠的是教育，你行吗？”“那我有神通，告诉你，神通白费，不能阻止业力。”然后我给他讲佛法，他懂了。“哎呀，那我可得走。”“走，你忏悔吧你啊，你来人间作乱，你带业了，你知不知道？”所以他跪下无比的忏悔。我都希望仙道的众生，天上的也好，地下的也好，都不带业。所以告诉大家，我会教化十方法界众生啊。你走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你为什么来，你为什么走，你怎么走才不背因果。所以仙众都无比的感谢我，实话告诉你，所以我到之处，那个有形迷惑，无形明了，他都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凡夫眼拙呀，看不明白呀，给你这么好的法教育你，你都不接受啊，不愚痴吗？是不是？丈夫吸烟，这个咱光碟中有所讲解呀、啊。家人反对啊，记得多次都不成功。抽烟者啊，如果没有善知识对你的劝化，抽就抽了，酒呢喝就喝了。现在有了这个因果教育啊，你是也不能喝也不能抽，你要好好看光碟了，光碟中讲的非常多，喝酒抽烟都是很罪恶的。因为烟不抽人不死，酒不喝人不死，饭不吃人得死，你得知道厉害呀、啊、再说喝酒抽烟呢是败祸金钱，你是不会富有的，因为给你的钱你不干正事嘛，除了喝酒就抽烟，你怎么做生意他都不会发财，告诉你这找个好媳妇挣还不够你填坑人。所以你这块啊，你们的眷属说的对呀、啊，你说饭不吃人能死，这烟和酒不抽还能怎么的，这就是恶，断恶是每个人应该接受的。你的眷属对你那么慈悲，他几次都戒不了，想不想戒告诉我。想啊，真心想戒，就是戒不了，那得忏你的贪欲心。那么你还贪婪呢，贪婪和眷恋这个烟和酒，所以你不能断，你得先忏。忏完了之后呢，还得真做。你别忏完了，你还是你，你该抽该喝不耽误，那你忏也是没有用。说真心想戒不能戒，必然是业力的牵引，有业力，先忏悔，啊，忏悔完之后呢，远离烟酒啊。第一呢，是你当生要惜福，你像这个钱呐、啊，现在这个钱真的很难赚。就是在末法时期，在经济变革之后，人类的生存比较艰难啊。有的人很有钱，有的没地方花，有的人挣钱是真难，养设身都困难。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哪有心喝酒抽烟呢？那钱不是那不买不花钱他不卖给你啊，啊，所以烟和酒啊都是耗费金钱的，这都是折福折寿的，告诉你，它不光是吸酒吸烟有碍健康，它也会折你的福报，减少你的寿命。为啥？你不惜福，明明你的寿命在60岁，最少要减低5到10年，自己折掉了，不珍惜呀、啊！啊，惜福，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个道理。说辛勤赚来的钱，要如法的去消费，比如说衣食住行是你不可缺少的，你不穿衣服人很丑陋啊，不住房子是不可以的啊，你住房子不取暖不交取暖费，不吃饭也不行。说正常消费这也是如法的，说你喝酒抽烟了钱不正用，
第一是你今生不富有，第二就是你来世也必得贫穷之果报。贫穷还不算呢，还得愚痴暗钝，因为酒性迷心啊，酒能乱性，会让人愚痴暗钝。说酒的害处和烟的害处太大太大，说你眷属这么爱护你，你得断呐、不是不能断，是你没有恒心，自己不觉悟。所以佛说断恶犹如刀切，你别慢慢断吧。我们以前有个居士，她丈夫开车，总占公家的便宜啊，洗点东西去洗，拿出去一起洗去报销啊，再不就出趟私车，再不得买点什么东西报，整点件报了钱。后来我就发现以后，我就跟他说必须得断呐、这是罪恶呀，不懂就占了，懂还占呐。他说啥？哎呀，慢慢断吧。告诉你，我听了我特不佩服他，恶还有慢慢断呐，给你的果还轻，给你一个果就觉得你起不来，我看你慢慢断。饿还有慢慢断的，我听了这个话我觉得不对劲儿啊。所以希望这个居士，你们家都信佛，这么多人拽你一个都拽不动，你也没那么刚强吧，就看着你眷属对你的关心爱护慈悲，你给他们一分回报你都得记，你不记做人都不对呀、要感恩呐。你看他把这么点的事儿，你整这么大道场来问的，你说你再不感恩，你做人都不对，来世都不得人身。告诉你，因为人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不到了，能得人身吗？你说吧，人要知恩、感恩、报恩，是做人的标准，你还不识人身呐？说你不知感恩、不知惜福、不知报恩，得人身都不给你，沦落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你惨了你，你现在有舍身，你赶紧惜福吧。家人说你还不信，有那么难断吗？说不让你睡觉你难，人不睡觉能困死，说你喝水难你得渴死，说不让你喝酒你不能断。我们还说饮酒抽烟者不得往生，告诉你为什么。当你饮酒临终时，业报现前，会得昏沉之报。诸佛菩萨接你，你都不把业力给障了，昏沉了，念佛都不会了，找不着佛在哪了，昏沉愚痴了。这是抽喝酒的人。如有吸烟者啊，临终前你念多少佛都不得往生，得什么报呢？物障报啊。佛来接你的时候他过不来，他有诸大神通无法穿透业力，你也知道佛在那边接你，但是你就过不去，佛就过不来，你白念，能得个人天福报就不错了。当你天福尽后下生人间啊，生下来之后还是得愚痴报、暗钝报。有的人说我有的时候可聪明了，我有的时候啥也记不住，这就是吸烟的果报。因为你有时候吸烟有时候不吸烟，所以你的果报就是有时候有记忆有时候没记忆，这就是无始劫业力感召，你要当生受，就是来世受报。对，你赶紧断吧。往生西方多重要啊，人生一得一失啊，你的眷属那么慈悲你，你再不断可是你自己的错啊。我给你开示这么多，你好自为之吧。再不断活佛也不能救你，告诉你别等果现前了啊。抽烟的人，抽烟喝酒的人，说已经抽了喝了怎么办？赶紧忏呐、忏了之后忏你以前迷惑颠倒不知惜福啊，贪婪欲还是有欲望，这也是欲望贪嘛，贪婪喝酒，贪婪抽烟。说现在呢受佛教诲明因实果啊，我要一断永断，发愿永不复造，要发这么大愿，
忏悔了之后，你就真的不造，你这个业力就会消。啊，待业不能往生啊！我还说这句话，有的居士不理解，待业能往生，没听说，不是佛说啊。要是待业能往生呢，释迦如来就不修三大阿僧祇劫，所以他在《方广忏》中说了，啊，历经二十多劫、四十多劫、几十劫修行，为什么呢？多有悔犯呐，不得成就啊。那要是能待业往生的话，他咋没生呢？为啥好几百劫、好几十劫了，还在那轮回呢？最后碰见佛讲大方广之后，终得开悟，得佛受记，成佛了。所以大家不要抱着待业往生这个念，那是不可能的。嗯，要待业能往生，我早就出轮回了。我我也不能在这转呀。我今世闻的佛法就信，而且我能放下一切利益众生，这肯定不是与世修的，对世间种种皆不眷恋，那一下谁也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这哪是一世修的？这是差到啥地方了？没修出去还在这转悠呢？那待业能往生，我能下来了吗？不可能的，别指这事儿，别指待业往生这事儿。所以这个居士啊，皈依没有？皈依了，你靠忏悔吧你，你轻施慢法，你不听如来教诲你，皈依还抽烟？皈依就是五戒，持五戒开始行十善了。五戒当中就有杀盗淫妄酒，你看吧，是不是悔犯呢你啊？这居士说句话呗，我讲了这么半天了，啊？从此以后不喝酒不抽烟了吗？不是，就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呗？啊？好好说，听好了。这我有个朋友，他的儿子近30岁，没有对象。和一个有夫之夫比他大的女人同居，不听劝，不听批评，也不接受。我的朋友束手无策，嚎啕大哭，他该怎么办？忏悔啊，第一是要忏悔啊，无始劫你们的恶缘。第二呢，要让这孩子看碟吧，断恶吧。说他要不看怎么办呢？第一是孩子母亲要认真看碟，对号入座，随碟忏悔。看碟的时候呢，要提起孩子的名号，恭请他无始劫冤亲债主来看碟啊！啊，这必然是冤亲债主，是有份儿的啊！账到了，哭可不行啊！这哭不解决问题不算呢，你不认账啊！得认账啊，这是业力呀、啊，冤亲债主啊，不走正道吗？这不是还有夫之夫。说我们现在的人类呀、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病苦灾难呢？造作的，这心都变恶了。你说要么你就找个媳妇解对找对象是吧，好好结婚过日子，还跟有妇之夫，这有妇之夫也够呛，你家有丈夫外边还跟着别的男人，这不乱了吗？所以因果得讲啊，人类需要净化了，只有在因果才能让人们觉悟。咱们讲了那么多血淋淋的事实，都是造恶得果嘛，你看到那些果报的时候，你再继续做，下一个果报就是你了，你就不敢了，你就怕了。嗯，忏悔啊，有办法忏悔。说请问人造的水晶制品有辐射吗？人造的没有啊、有人说夫妻之间相克，丈夫克妻子，妻子克丈，这样的说法如法吗？当然不如法了，这是大仙儿说的。夫妻呀、啊、
也就那么几种，我们先期光碟中也讲了啊，恩爱的、冤家的，就那么两种。短命长命啊，是因缘决定的，跟克在这个字没关系啊，这是邪说。修行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修吧，夫妇同修，一切恶都可变善的啊，不修是不可以的。